上啊就过年了，到时候啊大鱼大肉就吃腻了，要是来上这么一碗爽口又解腻的酸辣粉，那老好吃了。想学吗？我教你啊，准备一个空碗，加入小米辣、蒜末，加入一勺盐、一勺鸡精、一勺胡椒粉，来点东土酱油，多放点陈醋，再放点老抽，再放点葱花、香菜、辣椒油，能吃辣的再来一勺，然后咱们放入白开水，搅拌均匀再用就可以了。水开以后啊，咱们下入红薯粉，煮至两分钟。进来的大哥大姐呀，如果您有缘点击这个视频，就帮老弟点个小红心，就是照屏幕数两下的，感谢您了。煮好以后啊，咱们加入碗中，放入榨菜，再放入炸好的花生米，就可以开吃了。